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我们爱的没有错，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。他说无所谓，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，等不到天黑，烟火不会太完美，回忆烧成灰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。做出怎么样的音乐，那我会这样说，我希望我可以写出一种歌，譬如有一天在半夜的便利商店，有个女生走进来，她刚刚失恋了，心情很差，然后她从店里的广播节目听到一首歌，这首歌刚好说中她的心情，让她觉得自己不是寂寞的一个人，有人听见他心底的声音。我想写的
就是这样的歌。